作为议长，叶老师，啊，咱中央的议长曾老师，以及咱在的助理，啊，刘老师，啊，咱所接起来中央的，啊，咱的部长，以及我想爱建筑的讲，咱。所有的少年教会时代，阿公阿妈大家平安。咱即摆见面，即摆福气，能够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安尼好无？好。你来感觉奇怪，旧年来都还好，啊，今年安尼就是爱赢乖啊，安尼才有成上联啦，咱讲对唔对？对。对啦吼，就是啊，嘿。真感谢，应该我是无做主委，总是咱台中教会上联部，咱说所有的部员在人间，哦，足热情，让我真感动。当我看到的是，咱一年一年都是进步，咱今日干呐起来台顶，甲咱讲好话。有五六个过去就是无安尼，啊，所以咱在中央的进步，咱来感谢咱上联部这个部长以及所有的部员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咱要鼓掌一下啦！本来，拄只迄个咱院长讲哪点吼，那就是。小姐穿迷你裙一样哈，人家爱看，总是的。我是想讲，起来大家听安尼，较少讲到上联，哦，较少拢鼓励咱上联。啊，所以咧，我伫遮是想讲，爱做一个互咱无同款的，过去对上联拢刻板印象，上联就是。坐车困一下，吼、哦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有无？过去拢个来，给咱在上联啊，你给咱提醒有啊无？有啦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咱就是爱改变，咱来改。咱上联无个好讲，安尼坐咧就哈伊，倒咧就是困袂去，啊，食饱就放屁。哦，拄只咱，咱一定甲你讲爱计较吧，但是陪我滴，莫滴你吧，哦，拜托，哈哈，啊，所以啊，而且伊就安尼讲，讲过去的上联拢讲笑人唬人，安尼讲建功就是讲过去，虽讲就虽未去，无只受气，所以拄只咱的一定甲你讲爱计较吧。那无只，咱就生气，咱就千万都莫生气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多谢。哎，所以啊，就是讲，必须是无怨气，啊，只好就将我卧落去，好无？啊，所以我唔系讲咱即摆上联已经是无同款，哦，咱爱改变，爱做一个改变，咱爱有新的观念。有新的观念，咱才会当甲各层次年龄的人做伙，吼、哦，咱这是爱学习。第二下就是讲，咱就是爱食甲老，学甲老啦，成长甲老，安尼好无啦？哦，多谢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才有成长性啦，对无？好，啊，不能讲咱少年，就是爱健康养健。咱知健康就是咱寄钱的存款啦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咱喜乐就是咱的年年利息啦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就是啊，吼，啊，唔通讲咱每一个少年中未时代，大家拢活咧快乐，活咧喜乐，漂亮安尼上要紧啦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就是啊。